Valentin GP100 是一款小巧的一巴掌就能够抓起来，售价不到千元，定位入门级别的小型便携式吉他综合效果器。这个自称为顽固派音色控的品牌，让我感觉这次是不是用力过猛了，就是899的价格提供那么多的音箱模拟，音箱模拟和周边效果丰富到可以用于连接多种乐器使用，还附赠音色编辑软件，支持第三方 IR 导入，能自由移动的效果链，乐句循环和鼓机也没落下，仅有的两颗脚钉竟然还能切换两种模式，看似简洁但该有的接口都有，还能在多平台上直接作为 USB 声卡使用，全金属外壳，我靠，你这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嘛，分明就是青铜的价格王者的体验嘛。好了，接下来就剩最后一个问题了，那么便宜给了那么多功能，这音色还能有保证吗？接下来请欣赏 Michael 赵的表演吧。
关切提醒，为了展示我的真实身材，我会尽量穿少一点。呸，不对，我为了展示音色的真实细节，我会尽量少加或不加周边模块来演示。
希望刚才那些朴实无华的视频片段能给大家对 GP100 的音色做个参考。在我使用 GP100 的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最大的体会就是 GP100 根本就是一个伪装在入门价格下的跨越级别的具备完整功能的音色有模有样的令人无比惊喜的小型综合效果器。它是便携及极简刚需用户的福利，新手的福音，从你刚学吉他到很久都不会拖你的后腿。它有着你学习吉他和成为现场及录音乐手所需要的足够功能，出色的正向建模技术，配以真实感极强的 IR 箱体模块，音色和动态有模有样。可自由移动的效果链让你轻松体验并学习不同位置的摆放带来的音色的变化，省去一大笔折腾单块试错的投资。丰富的鼓机节奏琴和可前置和后置的乐句循环，那都是你寂寞时的好伴侣啊。更别说电脑调节软件和多平台声卡这些以前在数千元的奇骏效果器才会有的功能。GP100 甚至支持苹果 iOS 系统打开摄像头来录制同步音频和视频，以最简单快速的方式分享自己演奏的喜悦。这一切是时代的红利，离不开行业里那些执着于技术探索的品牌和个人。几年前你是几乎无法在这个价位找到如此完善的功能和品质如此出众的入门综合效果器的，而如今我们遇到了 Wellington， 遇到了 GP100，它让我们不必再为设备不够好而抱怨，而更能专注于练琴和音乐的本身。在这个美好的时代，尽情享受弹琴吧，后浪们。